有没有这样的事。而且因为我儿子也是不大想参加这类的节目，因为都推掉了很多了，有的都推掉了很多了。其实我们家里都是就希望小孩子他能够很开心很健康的成长，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，就而且比如说一定要家长陪同，要我儿子陪同，儿子也是你知道他那个人比较怎么说呢，不是很外向的一个人啊，所以比较不大想参加这一类的节目。也是原因了啊，所以都很客气的推掉了很多这种接洽的节目了，很多了啊。